苗栗新景点宝园祭三义自七月起周四至周日才预约至开放，跟着玩咖频道抢先逛五大玩茶主题区，漫步绿意环绕的绝美园区，看展品尝残茶冰淇淋，以及米其林名厨合作的特色挂包，还能体验手作 DIY， 有吃又有玩，绝对是周末的好去处。整座富尔市茶文化园区广达11公顷，四季皆有不同花卉盛开，当中长达50公尺的落羽松大道是一大亮点，总共有74街，随着阶梯步行而上，可领略梅园搭配石桌之美。未来将会开放酿梅酒体验，宝园祭预告日式料理餐厅、会员制住宿与4栋 Tea House Villa 最快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登场。船屋造型的 Playhouse 传递船只在世界茶贸易历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，建筑正前方设有唯美水池，为整体空间带来动感生命力。切起将提供电动帆船租借服务，让大小朋友遥控船只三两竞赛，追逐童心。炎热天气容易口干舌燥，就到 Play Tea 点杯特调，一场宝园祭的玩茶巧思。宝园祭讲求萃茶过程，精心调制成人乐茶饮，如清凉的油甘杨桃气泡饮，滋味浓厚的元记手谱锅煮奶茶，还提供加料茶冻与奶盖，变身年轻世代喜爱的饮品。甜点别错过现做的冰淇淋布里欧，提供草莓乳酪与提拉米苏口味，冰凉浓郁，是夏季解热的绝佳甜点。接着走进拥有2层楼通通空间的 Play Fun，首播登场的世界茶魔法展览现正展出，沉浸式茶体验可让观展者化身茶魔法师学徒，一窥千百年来茶艺器具、茶叶制成的进展变化，透过互动游戏与动画更了解相关知识。石阶楼上至2楼，这里时间为主题设置选品区与图书馆，有古董打字机、黑胶唱片等，可以观光以茶生活风格为主轴的选书，曾经选择单杯品茗或是茶席体验，自在寻宝玩味。逛累了就到 Play Kitchen 用餐吃甜点，这特色是推出4款全台独家的藏茶意式冰淇淋，其中金达摩生普洱茶带着一丝脆梅与梅子绿茶的风味，行政主厨侯君宝推荐这是广受女性喜爱的口味，还有浓郁的梅果、巧克力、开心果的冰淇淋可搭配品尝。餐厅每天供应30多种在地特色食材，依时令更替当季蔬果，提供旅客自由搭配玩厨沙拉。必吃的还有行政主厨与米其林2星主厨林居伟共同研发的玩厨挂包，将台中原记台湾菜的特制乳肉夹入手工挂包面皮，再放上客家酸菜、香菜及花生粉等佐料，瞬间华丽变身星级台式汉堡。喜欢 DIY 的旅客记得提前预约各式手作课程。Play Studio 艺文创意教室目前有玩音橡胶版画、台球直趣等主题，不定期邀请国内外手作职人驻点教学，让大小朋友动手同乐。园区每天提供2班台中高铁到苗栗三义的免费接驳专车，旅客可轻松搭车造访。